这不得有几多，得不到有几多，这感觉大概你都遭遇过。你也要谨记这手那手，谁与你的手合着拖，请一起唱饮歌，但愿懂得更多，不想再后悔最初怎么犯错。经典的记忆结唱过以后才清楚，大家怎样伴我走过，昨日曾爱过，什么得你教晓我。欢迎来到今晚唱饮歌，欢迎晒阿咩，林欣彤，喂 ，hello hello， hi Angel， 我哋今集咧个主题咧就叫做那些年煲过的剧。其实我自己几期待呢一个主题嘅，因为有啲难拣喎，有啲难拣嘅。但系咧，我细个系有经历过一段时间咧，系疯狂去深水埗买一啲一套嘅剧拎翻屋企睇。我知啊，我系咧好方便噶，我屋企楼下有咗碟铺啊，以前系啊，所以好方便。但系反而其实咧，我系由细到大咧，冇乜点睇过剧咯。吓，系啊，我系上到大学先开始睇翻以前嘅剧咯。点解你系细个好勤力读书嘅？嗰阵时中学咧，我唔知点解我对睇电视或者电脑嗰啲冇乜兴趣，即系系好恐怖咯。我阿妈都觉得好奇怪，所以就去到大学咧，发现诶。搞唔掂喎，好慚愧啊！冇話你咁樣講出嚟，我係狂睇啊！以前我記得我細個，我屋企人咧逼我一定要九點半就上床瞓覺嘅。中學啊嘛，我都係啊。跟住咧，我就會咧匿喺個廳，我個廳有個門嘅，就係唔驚嘈住我瞓覺咁啦。我就會匿喺個，因為個門咧中間有個透明，我就會匿喺個踎喺個門嗰度咧就睇九點半嘅電視咯。因為九點半啲人好好睇，即係你屋企人未瞓，佢哋就睇緊電視。係啊，咁但係佢哋一定要我睇。即係一定要我瞓覺，咁我就匿喺個門後面嗰度裝佢哋睇，睇到夜晚咯。我阿媽係會 check 噶，恐怖！即係佢一個鐘開一次房門睇我係咪瞓覺。唔係，我一見到佢哋起身，我就會即刻跑上床噶啦。哇！好嚴，我媽唔係咁啫，我媽咪唔係咁。之後會唱嘅歌咧，我係有睇過。系呢呢個經典嚟嘅。溏心風暴，林峰哥哥嘅歌。放手，放开所有。
在记忆中找你。Thank you。系咪心里边有跟住一起唱咧？绝对有，所有记忆翻晒嚟，谂翻起嗰套，我个嘴都喺度碎碎念啊！跟住咧，我就拣咗一首，因为我细个咧好中意酸圈嘅，即系我觉得佢好靓啦，跟住好爽直啦，即系我中意嘅 type。好似你咁，系咪好爽直咧？啱啱讲系啊，好爽直啊！咁跟住我就拣咗呢首罗嘉良嘅《岁月的童话》。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乱唱，插着裤带哨子吹响，看夕照是如此漂亮，一切就这样分享。回头是那日那夜那什么可纪念？时间制造缺陷不停，这夜如何闭上眼睛？再共我回忆中约定，心里就有感应。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
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将爱你的冲动我只能悄悄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让我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界限，谁都不准为我们掉眼泪。放弃好好爱一个人的机会，要看着你幸福到永远。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失去你的心痛，忍住失控太沉默，我自作自受，回忆都笑我好不了的伤口。以后还是朋友，还是你最懂我，好啱唱呢啲好惨嘅歌，系啊，好惨呢首歌，听到都想唱到唱得都好惨，唱到去我的心坎里啊！多谢，好惨啊！但系佢个编曲又唔系好惨咧，我有时觉得呢一啲歌反而仲惨，即系笑着个心淌泪嗰种咧。咩？其实我咧有一段时间系，即系尤其是大个咗咧，我就真系觉得咧以前嗰啲剧集系睇坏脑嘅，即系尤其是点解嘅？例如真系啊，即系譬如我细个咧好中意睇咩嗰啲咩恶作剧之吻啊，王子变青蛙，令人太多幻想。系啊，真系咁觉得。其实好多韩剧都系噶，即系啊，好完美啊，系觉得即系明明平平无奇嘅一个女仔，跟住无啦啦遇到一个超级高富帅、完美嘅男人，跟住中意咗你。我就而家就会觉得。點解大家要拍呢啲俾啲靚妹睇咧？係咯，我係對，我係有一段時間對愛情係有莫名嘅 fantasy 咧，係錯曬嘅。而家我已經經歷咗好多以後別組朋友嘅經歷，所以唔會再，所以冇咗啲 fantasy 啦。而家真係少咗好多咯，即係自從 Netflix 嘅出現咧，哇 ！Netflix 嗰啲好多好多好 dark 嘅。而家睇嘅嘢係完全唔同咯，即係譬如。自從 Queen's Gambit 出現咗，我每一次咧同啲 friend gathering 咧，都會有一個棋局喺側邊。即係你有冇 gathering？ 你有冇五個棋盤，跟住你又好似佢咁，跟住捉下呢步，跟住再下一步，下一步。隔離擺杯紅酒，擺啲 cheese 咁樣。唔係啊，但係我覺得其實係需要拍多啲咁樣嘅嘢咯，即係真實嘅嘢。係啊，唔想。我唔知我係咪上一季又有。
講過嗰套神劇，就係嗰套《紙房子》，會唔會好驚啊？或者係好緊張、刺激噶？因為咧，我好渣噶。你好渣係你驚嘅？我好驚，我真係好細膽。射槍驚唔驚？如果係中槍驚唔驚啊？即係好血腥、好殘忍嘅，又唔但係佢嗰個得滯，劇情係好緊湊，同埋你會覺得好，會覺得好勁咯！即係點解個編劇可以咁即係諗咁多嘢？係啊，我成日好多都唔敢撳入去睇。點解啊？我成日驚好 dark 或者好血腥嗰啲咧，如果自己睇嘅時候要睇到你先知噶嘛。咁但係如果已經睇咗，咁我就驚啦。哎呀！哦，咁你睇咗，你會睇啲咩咧？我會卡通片，係我成日睇卡通片，真係㗎。不過其實而家有好多卡通片都開始 dark 㗎啦。你有冇睇過 Rick and Morty 啊？我好中意睇佢㗎。冇喎，好多推介喎。好多啊，因為我係即係我係唔可以停㗎，即係即係你唔會靜止個人嘅。我一定要有啲嘢睇住咯，即係譬如我食飯啦，我煮飯啦，我。都係睇緊嘅，通常係啊係啊，咁係唔知做唔得㗎，或者我洗碗嘅時候，我都會擺個電話喺度，跟住我就會睇咯，即係咩都會睇嘅。我記得我細細個入戲院睇過一套鬼片之後，我三日都瞓唔著咯，都好驚，唔得㗎，鬼片我又係唔得。但係上咗大學就 OK 喎，又睇翻，因為可能。唔知咧，冇咁驚咯。然後我都有睇翻疏咯，好中意啊！而家睇翻就覺得即係都幾恐怖嘅，但係就冇以前咁好驚咯。我唔知點解唔得咧，到而家。但我而家咧好驚睇有一套叫我唔記得咗個名，係講暗網嘅嗰套嗰幾套戲啊。但係咧，我睇完就真係瞓唔著咯。我成日硬係覺得個電話有人監視我，聽到我講嘢咯，然後 track 到我咯。其實而家嗰啲係真係會嘅，因為有時你講得多咧，佢又會俾嗰啲嘢你睇啊。譬如我最近好想揾一啲嘢，我就會係咁喺佢講，跟住就會彈嗰啲廣告出嚟。好驚啊！我睇完嗰幾套戲之後，我硬係覺得有人監視我，應該知道我做緊乜咁樣咯。好驚！真係有，係真係有好驚。我哋。緩和一下個氣氛，好啊，緩和一下。唔好去睇啊！嗰套 Mac 真係會諗好多嘢，開始我而家已經諗，因為好恐怖啊！真係對唔住，對唔住 ，my bad， 我唔應該 bring up 呢啲嘢。可以繼續唱歌啦，我哋繼續唱翻情歌先。好啊。Thank you.
总是要我乖，慢慢计划将来，我的眼泪却一直掉下来，过去怎么交代你该给的信赖，被你亲手弯弯推入悬崖中，一唱完呢首歌，哇！呢一首咧系我又系好伤，系好伤。系我喺屋企呢个时候啦，读书时期啦，电视播紧一套台剧啊，佢播咗呢一首歌，诶，首歌几好听，但系好惨。跟住我就觉得个 melody， 我听一次就记得啦，咁就成日都好想唱呢首歌噶。其实我即系之前未唱过，系未唱，从来未唱过。跟住今次一讲电视剧，跟住我就第一闪咗出嚟，系啦。咁诶，不如就唱下啦，咁咯。
个人低头，一个人祈求太沉重。我还要答案，我还要习惯太困难。就喺度，我哋系啊！我本身系想唱嗰首，系咪《流星花园》入边有首叫《情非》？哦，《情非得已》系咪啊？系啊！但我见你拣咗呢首《你要的爱》，我就好呢套咪就系你头先所讲，你唔想再睇到嘅。我已经唔记得晒，净系记得佢嗰个好好长嗰个，即系个个啲头发都垫晒负离子咁样，同埋记得佢哋个片尾曲系喺个沙滩度望住个天空咁，好梦幻噶。就系女主角有好多人中意，跟住然之后都系高富帅咁样，系都系有几个人中意噶嘛。呢首就系、是你要的爱就系里边嘅插曲，片尾曲啊，片尾曲先系。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
跟住下一首咧，我又係揀咗一隻，又係大家成日都唔係最近咯，即係上年個個都喺度講，然後我係唔敢睇嘅，即係想見你。唔敢睇啊！因為我 feel 到係嗰啲好狗血嗰啲情節，我有少少頂唔順。我睇喎，唔係太中意睇呢啲狗血嘅。我睇咗兩集，睇咗兩集，係咪喊到七彩嗰啲啊？我又未至於喊到七彩。哦，係咩？係啊。因為我就唔係好想佢特登逼我喊，跟住我又忍唔住要喊咁樣。我真係我唔係好中意睇呢啲，我好睇嘅，我覺得有啲得著嘅嘢咯。我们与恶的距离啦，咁我都想睇啊，真系好好睇。佢嘅取材唔得噶 ，dark， 但系佢唔系为 dark 而 dark 咯，系一个好好嘅题材去提醒大家啊，其实呢一个角度同埋呢一班人其实都即系值得大家去有一个同理心去谂下佢哋嘅处境。哇，系真系。今日之后有好多剧要睇咯，我发现下面可以打个 list， 我仲有好多推介噶，即系唱埋先讲。好啦。
然後呢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公升的眼淚》日劇？日劇好慘，係好慘。然後呢一首歌我諗又係好經典。嗯，本身首歌係叫 Only Human 啦，然後陳柏宇有一個版本叫固執，我諗大家應該都會有聽過。懷念有多壞，自己不想了解，從沒有長大，被撇下還依賴。情陷有多壞，著箍緊的領帶，承認太失敗，被放逐和出賣。無論你多壞，亦束手給你怪。以後我太掛念你，仿如負債。迷恋你也是容忍你，谁可以共你悲？难道我亦无顾忌？可间过都想再遇见你，全心吹。自的勇氣係好 sweet 啊！呢首歌係啊，跟住我出呢首歌嘅時候咧，大家以為我要結婚啦，我都以為係咯，真噶，因為有好多 artist 係生仔就出首生仔歌，跟住結婚。但係你係咪因為好恨結婚，所以唱一隻咁樣？唔係啊，未出呢首歌嘅前幾年咧，我係真係有啲恨結婚嘅，即係身邊有啲朋友開始結婚啦，因為咁。但係當過曬嘅時候咧，我又慢慢覺得啊，其實
都唔一定要嘅。以前覺得結婚係好美滿嘅句號啊，都以前覺得大嗰啲就更加覺得啊，原來唔係啊，係原來係另一個開始。咁但係點解你仲會想唱一隻咁樣嘅歌呢？啊，其實我係一收到 demo 我就覺得哇好 sweet 啊，咁不如 sweet 盡佢啦。哦、最 sweet 係咩？咁結婚咯，係、哦、送呢一首無名指的勇氣，希望我哋大家都有一段美滿嘅愛情啦，將來。而家就事業為重啦嚇，我覺得。從前常在乎被幻想，談情長但求被擁有，彷彿從來單打獨鬥，長路牽手只有我在走，而你每一眼唱永久，誰計較是誰被擁有，只因信你得到自信，練習只可緊求仍不夠，何時開始學來高緊無名指的勇氣，為何一相處也就發現早已要一起，無非緣機時機未到，到了才明白從前百相比，悠長婚紗悠長一生從頭伸展到尾，人難得找到一位比喜歡更加歡喜，成長成傷都必須爭氣，漸漸懂得如何捨得才能有你，從未怕分界地握手，才覺得再承受不了，輕輕明白不必搶到才擁有，何時開始學來箍緊無名指的勇氣，為何一相處也就發現早已要一起，無非緣機時機未到，到了才明白從前百相比，悠長婚紗悠長一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比喜欢更加欢喜，成长成伤都必须争气，渐渐懂得如何舍得才能有你，似的勇气，为何肯相信以后一生一世也一起，无关缘机无需运气，对爱情越怕死越会分离，悠长婚纱悠长一生从头伸展到尾，人难得找到一位相处不抗也不悲，成伤都必须争气，日后即使麻烦得很，劳烦了你，同悲同喜，闺中的好友，日后一起仍然分享谈情傲悲。下一首咧，我係勁期待，因為係最搶，所以擺喺最後咯。呢首本身都係有 Dylan 唱，但係個重點係個版本，佢揀咗一個挑戰人體極限嘅 version 嚟嘅，超搭，係大家準備去人體奧妙展。
接车声，地下街里的风比回忆还重，沉着沉沉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对他会遗憾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约那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我爱他。今晚唱任歌唱到咁 rock 咯，其实好玩啊呢啲。最紧张嘅环节嚟啦，但系系啊，其实唱歌都未系最紧张。系啦，即系再飙再高音啲都未系最紧张。好快咁简介多一次呢个游戏规则啦，每人轮流讲一个笑话，咁边一个咧现场嘅朋友咧系有笑嘅话咧就为之赢嘅。一个人笑都得噶啦，系咪啊？得噶啦，我收埋咗一啲噶啦。边个先啊？你先。嘉宾先咁嘅咩？你哋咁样就得。之前过往都系嘉宾，都系咁嘅。咁咧有一日，有三个人咧，佢哋去行山、哦，行行下咧，佢哋去咗一个悬崖边、哦。咁喺悬崖边，佢哋遇咗神仙，神仙就同佢哋讲啦：今日咧，我会俾你哋一人一个愿望，你哋咧一路跳落呢一个崖下面，一路嗌你哋想要嘅嘢。你哋落到呢一个崖就会有噶啦，跳落去系唔会死嘅。咁第一个人就犹豫咗啦，咁佢望一望，就谂好啦，我试下啦。一跳落去，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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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样跟住佢落到去就真系好多钱，咁佢就走咗啦。第二个人一见到咁样，咁梗系急匹及待咁跳落去啦。咁一跳落去嘅时候，哎，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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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一跳落去，真系有好多金围住佢，咁佢就带住啲金开心咁走咗啦。第三个人就更加急匹及待，一跳落去，跟住然之后点知啊，佢棘住咗个树枝，跟住佢就啊，跟住佢成身都系屎。Oh no！ 我一个人笑，一个人笑。
我赢咗。哇，呢个好有诚意，好长啊！呢个唔同错，我而家好心虚啦，即刻。系啊，我好短啊。唉，完成咗个 task 啦，今日。咁咧，从前有个猎人啦，咁佢就去打猎，然后咧佢就开枪杀咗，开枪想打一只狐狸，但系佢自己死咗。点解呢？因为嗰个系一只反射狐。咩嚟噶？咩系反射狐啊？反射狐，即系冇人知道反射狐系咩啊？咁好啦，讲一讲啦。咁对唔住，又讲咗啲大家唔识嘅。OK， 点解啲羊剃咗毛之后瞓唔到觉呢？因为失眠。玩啊！呢句最好笑。咁咧，我就有一个日本嘅朋友咧，咁佢就叫做 Connie。咁咧，佢有一日咧就生咗个小朋友，佢个小朋友就叫做 Connie 之话。听咩哥哥笑？有人笑啊！有人笑啊！有人笑啊！喂，睇嚟我今日赢喎，系咪啊？唔系，依家阿 Mac 赢。系阿 Mac 赢。阿 Mac 系最多人笑。阿 Mac 好劲啊！呢个。吓，但系其实我觉得我嗰个都好好笑咯。好啦，咁我哋即刻进行我哋今日嘅惩罚，又系呢个模仿呢个表情包嘅时候。真系大镬。今日咧系咁依及过下咧，我觉得今日都几高质嘅。嗱，首先有呢一张，究竟我张单落咗未啊？好颓啊！一二三。要做咁耐噶？系啊，喂，咁耐嘅喂，要做几耐？咁我嘅下一个，下一个。咁而家到咗呢个胡迪同巴士，巴士想讲巴西添。巴西系个地方。系我哋要两个一齐讲。哦，我见到呢个即刻想食黯然销魂饭。呢个系咁样恶搞呢个，实在太好啦！到我可以做呢个。似唔似啊？喂，喂 ，OK 喎，似唔似啊？系你今日 VIP 喎。OK， 呢个扮嘅可唔可以唔系表情啊？系佢上半身着嘅衫。除咗上半身。系。佢咁啫。试啊试啊！有啲呢个似呢个似。试啊试啊，我咪试啊！好，够落力。喂，最尾啊，最尾一张啦。好难，呢个系咩？即系争正，佢好似唔系好似嘅，因为个嘴系要平。咁，好丑样啊！我觉得你太靓啦。唉，咁呢个系生出嚟嘅。佢讲嗰句就系为咗你呢一句。再次多謝阿 Max 上嚟啦，多謝多謝，唱咗咁多好聽嘅歌啦，唱得好爽，辛苦曬今日嘅 band 啦，唱呢個隻歌真係好好 intense， 係啊，好好玩。但係我覺得今集係唔知係我心情比較輕鬆，可能 band 衫咗，即係唱啲咁高音嘅嘢反而輕鬆咗。唔係，除咗最尾歌。如果中意呢一集嘅節目嘅話咧，都可以歡迎 comment、like and share 啦。下星期下集再見，拜拜。